来的妙招派每天分享使用的小妙招，牙刷每天都会使用，因为呢使用牙刷用来刷牙非常不错。那么呢我们每隔上几个月呢需要更换新的牙刷，废旧牙刷呢千万不要扔掉，放在生活中可以将它利用起来，赶紧看一下吧。废旧牙刷第一个妙用，可以用来清洁冰箱封条，冰箱封条里面很容易藏污纳垢，时间久了就会直接呢污染到冰箱里面环境，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呢借助到废旧牙刷用来搭配一定的清洁溶液用来刷一下。因为呢牙刷刷毛呢非常柔软非常细小，可以深入到冰箱封条里面去，同样呢不会破坏到冰箱封条，大家可以看到轻松呢将里面一些脏东西呢给刷出来，接下来呢再利用抹布将全部擦干净哦。全部擦干净之后，我们会发现冰箱封条呢没有任何脏东西，下次也使用上牙刷来帮忙哦。废旧牙刷第二个妙用，还可以用来清洗梳子。有时候家中一些梳子呢放在家中呢长期没有使用，里面也很容易藏污纳垢，而且呢使用久的梳子里面呢就会沾上一些油脂，这样的梳子如果没有清洗干净呢可能会直接呢导致我们梳头发呢越梳越脏，就可以直接呢使用上牙刷来帮忙。因为呢牙刷刷毛呢非常细小，可以深入到梳子中将它清洗干净，大家可以看到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哦。废旧牙刷第三个妙用，可以用来清洁水龙头，直接呢准备两只牙刷呈对立面将它放好，随后呢再利用橡皮筋将它固定紧就可以拿去利用起来啦。厨房水龙头上面油水渍呢非常厚重非常难去除，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呢将一些清洁溶液呢喷洒上去，随后呢再利用牙刷呢制作的双面刷用来刷拭。因为牙刷刷毛呢非常的柔软非常细小，在摩擦的同时呢不会刮花水龙头表面，而且呢可以轻松的将水龙头呢清洗非常干净，随后再利用抹布将它擦干净，我们会发现水龙头呢变得非常干净，下次也使用上牙刷来帮忙。废旧牙刷第四个妙用，还可以用来制作一个剥花生剥花子的神器，直接呢将牙刷刷毛清洗干净之后将它剪下来哦。刷毛剪好之后，接下来呢直接准备橡皮筋将牙刷呢成对立放好，随后利用橡皮筋将它固定紧就可以拿来利用起来了。绑好之后就这个样子，那么接下来就可以用来剥花生了，直接将花生呢放在刷头的部位轻轻一压一压，大家可以看到花生壳轻松爆开，同样呢可以快速剥出花生仁。接下来呢再来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不管是怎样的花生呢都可以使用上这个方法轻松取出花生仁，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哦。不仅可以用来剥花生剥瓜子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到利用上同样的方法呢轻松取出瓜子仁，效果非常不错，大家下次也使用上这个方法用来制作一个剥瓜子剥花生的神器哦。看完这个视频大家应该都了解到废旧牙刷的妙用吧，下次也可以将它利用起来赶紧分享出去，我们再见。好看。